一个青花的撇口瓶，观音，像观音尊吧，这个也叫观音尊嘛，也不是很像，青花的，画的是人物，刀马人，啊，这两个武将，放飞，啊，这个龙子放飞五只鸟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故事。高度有35公分，口径是10公分，康熙的，这也是有白粉边的，一串白粉边，这变形的海浪纹，三角的，蕉叶纹，景地纹，这里有一串那个。应该是缠枝花吧，缠枝花纹，开光，这是开光两个图案。这里也是武将，两个武将在松树下在，一个在船上，一个在岸上，陆地上。那这个水的画法，你看，都是康熙的。青花画，这个青花都比较翠蓝，这个皴法颜色多变了，多重青花多重颜色，有深有浅，景象有远有近。撇骨瓶嘛。这个底径有9.5公分，弯长弯久，啊，糯米胎底来的，大清康熙年制双穿，很硬的这个釉，锦皮亮釉，很紧，很硬。这个武将拿着一个矛，都带钩，你看还是鸡啊，有个钩的。这个你看，它这个帽顶有朵鹰，红鹰。松树画的多苍劲。那底釉也是发青。清亮亮青釉，发青，弯长弯久，这个放鸟，这个也是在海边放鸟的，是放的信鸽。通信以前通信联系都是靠飞鸟。